所以我们现在看蔡英文敢不敢去太平岛，这已经成为台湾内部讨论的一个问题。那讨论来讨论去，谁都不敢讲中国大陆的下一步是谁，就是因为中国大陆的下一步猜不透，所以蔡英文不敢去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友华。三一八这一天，太平岛的码头疏浚扩建完成。按照过去疏浚扩建完成的码头，相关重要人士必然会登岛视察，然后对于所谓海巡部队，也会对于所谓建造部队进行卫冕，发加菜金。可是呢，这一次非常奇怪，318、319海洋委员会海委会管碧林没讲一句话，蔡英文也没讲一句话。所以呢，现在蓝白立委，尤其是蓝营的，问蔡英文你要不要到太平岛，卸任之前 去一趟太平岛。但是蔡英文敢吗？有四个现象就可以看得出来蔡英文不敢去。第一个，太平岛码头扩建完成之前，有没有发现台湾派了苗栗舰到太平岛，中途经过了相关航道的时候，中国大陆徐州号还有另外一艘船舰，两艘船舰跟在苗栗舰的后面。如果蔡英文在苗栗舰上面的话，请问你该怎么处置？这个会造成蔡英文的压力。那第二，你水面行不通，那你走航空，那你航空我们可以飞到南沙，但是飞不到，无论 F-16 无论是幻象2000无论是 IDF 都飞不到太平岛。你要飞到太平岛也可以，就是加挂副油箱，加挂各加挂两个，可是你副油箱一旦加挂，你的武器的挂载就要减少，那这也是一个两难，因为你的攻击半径就是到达不了太平岛，没有办法进行护航，你有效护航最多是到东沙。如果蔡英文要乘运输机通过这个南海的航道，上空的航道的话，那中国大陆有7个岛礁，每一个岛礁派一架飞机上来，那请问他也要办航的时候，那怎么处理？这也是一个问题，一个航海，一个航空。那你第三个，你说呢，我乘军舰去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过去蒋经国也曾经搭乘军舰到东沙，或者到马祖，或者到金门，蒋经国都做过。可是旁边要有战舰护航，那过去可以，因为台湾的海军那个时候比中国大陆要来的稍微拥有优势一点，你可以派战舰护航。然而现在台湾的海军从1994年到现在，1994年到现在，到2020，30年没有添购过一艘新的战舰。那面对中国大陆的战舰，你要怎么护卫蔡英文的安全？这也成为一个问题。那第四个，除非是美国愿意派战机、派航空母舰或者战机护航，但是这不符国际的惯例。美国也不会这么做，况且美国是在4月下旬的时候就要在这个地方跟美、菲、日三国在南海区域进行军事演习，这四条路你都行不通，那请问蔡英文敢去吗？你尤其他在卸任前，如果这个安全防护的问题不解决的话，蔡英文应该不会去的。那不像过去马英九也好，陈水扁也好，他们就直接搭军机过去。好，就是因为如此，现在民进党又出了个昏招。民进党的立委他就讲，蔡英文可以不去，我们可以代表蔡英文去。所谓我们可以代表，就是说定期到南海的太平岛宣示主权。那宣示主权是有一个重要的象征意义。宣示主权不是你一个小小立委可以宣示的，你至少要防长啊，你至少要内政的首长啊。这一些人去啊，才有代表
才有代表性啊。过去马英九在美国的反对之下，他派的陈威仁去，那事实上那次陈威仁他也去，而后马英九再去，陈水扁他也是如此。但是现在问题来了，民进党说我们固定组团，哎，你又不是观光团，难不成一个月去个一次吗？所以现在台湾对于所谓的这些问题啊，他老是在正在出昏招。如果蔡英文不去的话，只有两个人可以代理，赖清德当然他也不会去，第一个顾立雄，第二个就是邱国正，还有一个就是管碧玲，这三个人要不要去？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民进党执政以来把这个主权喊得架那个震天价响，但是实际上是经不起推敲的。我不是说中国大陆会对蔡英文不利，而是中国大陆只要做这些动作，那你怎么解决嘛？两岸关系搞得剑拔弩张，那这个结果是大家乐见，当然是大家不乐见了。毕竟我也讲过，太平岛是老祖宗你留给中国人的一块土地，这块土地你好歹都掌握在中国人的手上。但是就是因为蔡英文他的政治立场的问题，赖清德政治立场的问题，你把外岛问题所谓政治化，你所谓的政治化的结果，你就要承担这个后果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既不敢丢东沙，他也不敢丢南沙，他的关键就是在于说，啊，他的关键就是在于说，一切都要看美国人脸色。那民进党的立委当然知道这些，所以他要为蔡英文解套，我们去宣誓，那你去宣誓，请问那你算老几？你算老几？尤其海疆的问题，这个是属于海军跟海巡署的责任。如果海军跟海巡署都不派员去的话，那你们去，那你算什么？所以我们现在看蔡英文敢不敢去太平岛，这已经成为台湾内部讨论的一个问题。那讨论来讨论去，谁都不敢讲中国大陆的下一步那是什么。就是因为中国大陆的下一步猜不透，所以蔡英文不敢去。